不是，这是左拉启动功能。这个遥控器有关系吗？这个意思，这是盒吗？对。我看它箭头好像是往外开吗？开这两个箭头是不是好像是开吗？它，这个好像才是盒，是个反的。对，可以调的，我就说可以调的。我看这个箭头。奥科。对。这是国内电机的第一、第二，啊，国内电机的电机品牌第一、第二，因为，整个电动窗帘它是这样，就是做电机的它是只做电机，做配件我们做配件，然后大家做一个这样一个对手，对。那个不一样的，它好像有只有卷帘。